票人的话就平票。啊，没了，两票了。这两票都平在你身上了。我们让月玲赢吧。两票了。那是月玲是不是？月玲赢喽。噔噔噔！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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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迪叔让我砍一下，我在底下。迪叔让砍，迪叔让砍，你还真让我砍了、哦。你没差、啊。上二楼，上二楼，上二楼，上二楼。哎，上二楼，快快快快快！这边是哪里啊？转角。还是没办法，二比二，但是是小鸡 out 的，刚二比二哦，对，是平票啊，这个打到一下，这两个哦，又这样子玩，不好听吗？你知道，其实我刚刚的想法是，票小鸡，然后我是女巫，可以毒死团团。哦、我已经，我刚刚没有遇到他们，时间 来不及了。你不是在一楼换吗？因为刚刚他们在一楼，我去二楼，然后我走下来已经了。对，你一直错过。其实我刚刚票完小鸡之后，我就躲在那个同样的办公室的角落了。而且还想说，那时候想说你怎么票了，发发，然后看一下。对，想说为什么要票我？嗯、没有，因为对啊，对，因为减少玩家一下。对啊，不然随机到我就哭了。原来是，对吼，你好聪明哦。随机到小鸡你就赢了哎、欸。这里是一个村民死亡笔记本带走一个狼啊！我觉得太强了啦，死亡笔记本太强了，死亡笔记本。然后凡凡就跟着我一起走了。然后经过哈记看到哦你是奈可就啊霸气，那就两个都一砍掉。之后快速局有 CP 那个可以这样拿来。留着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当死亡笔记本来喽，那个死亡笔记本大家都会喽。开场要票人，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人拿出，这是谁？都是透明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小雨，我看是穿装的。怪怪的、欸、，bug bug， 没有啊？好啊，是我要重来，小雨重，小雨重不要重吗？哎呦，正常、啊、正常。是不是二零啊？二零是不是 CP 啊？怪怪的。好，那二零我不会票的，二零我相信你想票谁？二零。我你怎么看得到我？你不要投票我。好啊，哎、欸，我也有 CP 哦，你小心哦。你又是 CP 哦，我又是有，不信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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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信，我不信。哇，有人票他了，波波一票。完了，波波真的有失望。有没有没有，他有刀而已，他没有，他就刀而已。波波两票，想不到我有，想不到在后面吧？小雨掉了。因为我想看你再带一个人走啊，波波小雨，二比一，波波两票，没有波波两票啊，波波是什么、啊？我是狼人，对，啊，你很诚实，你很诚实，所以上西天去吧。那我可以复活吗？不行，死人闭嘴啦！你可以再死一次，你可以死人闭嘴啦。哦、找一个伙伴，哦那個、嘿，妈的，我保护你，你打我，想怎样？谢谢你啦，谢谢你啦，不客气啦，厕所打架，不客气啦。兄弟是谁啊？兄弟，你长得很像我朋友、你遇到危险说一下。兄弟，你长得很像我朋友熊猫团团哎，我可以定身啊。兄弟，来不及啊！你惨叫一下！我们唱个歌，我们唱个歌，你要唱什么？唱啊！马儿几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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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！我的烟，再用白色的烟。跟爸爸互打，我先死，爸爸结果也是死。鸡娃娃。不要，我们不要，不要内斗，我们不要内斗，我不打。哇哇！你们看到哈记吗？啊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零吗？我来，我帮你胜利好不好？快啦，你给我过来！什么什么？现在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怎样？不知道，不是看你们啊，换戏的。对战区哦，对战区哦。对战区哦，是二零吗？啊，有二零吗？看到二零啊？他是怨灵啊？没有，我看不到二零。我看不到二零，我看不到二零，啊，我也没看到二零。二零，你是不是怨灵啊？你看到我了，二零，你为什么要跑嘞？二零，我不懂，我感觉你怪怪的。不要啦，真的。
认真的不要。哎呦，杰克！我没有啊。好吧，那这个我认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啊。204狼，然后小雨，小雨不要。小雨搞不好是帅的。不要打了啦！熊猫团团，他跑啦！熊猫团团。哇哇！怎么、欸、这狼人饶我一命？我查他，这狼人饶我一命，我是预言家，相信我。我查他。他还在摸我，不要打，好，不要打，不要摸，摸。哎呦，摸，不要，等一下。哎呦！这不是我意料到的结局。等一下，马萨卡，他要让你马萨卡，这个我不太，也不一定呢、啊。我主要是不一定啦，可是一比一，哈基团团各一票啊！现在是剩下他们两个，二零了，剩一了。二零回来了，二零，现在哈基一票，团团一票。最关键的神圣的一票取决于你的手上，剩三人都会发光。来，我脑袋突然间转不过来。你选一个啦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你选一个打， okay, 选一个打，看你有没有办法打到。嗯，我觉得追不太上，我觉得追不太上。你直接到那就命中注定，让他们情人命中注定。情侣吵架，情侣小打手吗？哦。到底会是谁呢？哦，谁要飞起来了？有人要飞天地哦！谁嘞？飞机！八级！也太好了！他游戏还在继续中，还在。哦嘿！哦，对的，剩下一狼那个一怨灵，嗯。哦。怨灵死了才哎，狼恩死了才是怨灵的获胜。好了，我们就站着好不好 ？OK OK。你要喝什么饮料啊？来买给你。这么好，好。太和平了，觉得怪怪的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是用名字帮你买，你要想清楚哎。银子帮你买，他是怨灵吗？金爪，这个绿色看起来很好喝。绿色的你喜欢绿的东西？你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们买了！来，这个给你。好吃，这什么？西瓜汁。哇、哦，哈基，你干嘛？哈基一现形就有西瓜了。看、哦，好吃的。不讲武德哇！不讲武德。刀杀嘞！用西瓜吸引别人。对。天哪、啊！那你还累个冷一下，等一下，怪怪的。你怎么跑？还是奎塔要盯着他，快跑！奎塔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放几只啊？哎，这边大爱跑哎，感觉好像蛮有趣的哦。等，二零，我觉得二零追不上。二零多少？有点卡卡。直线区域太大。地图，冷静。哦，有防爆吗？没有吧。防爆，很快，赶快打个防爆。不会爆了。不会爆的那个。不会爆。哦，是吓人的苦力派，怨灵获胜。早知道不留你了，在那边留他。没有，因为他既想说两个狼啊，一个怨灵。对啊，我就想说两狼应该还行，可是我刚刚就在赌说二零应该不是扎西斯吧？因为我刚看的扎西斯应该是被我砍掉了。是我啦，就是你。是我啦。我刚看 table， 我想说。明明我们是最好伙伴。天哪！别投我了，我要投你，我要抢你。那我们最后快速场，然后还加存档，好诶，超级混乱哦。那进你可以开场的地方放一堆刚刚那个、啊、不会爆的苦力吧。哦，好啊，恐怖的苦力，那就来喽，三个一，走起。有没有不会爆的苦力吧一堆？快跑！我好可怕、
有人拿那个票进去打鬼。我票了，我票了鬼炮，我票了鬼炮，他是鬼炮，不叫鬼炮，他鬼，他鬼，他鬼哟。他一来一，他一来一爆炸。我跟你讲，我要躲在小鸡，你是在查，你看你的狼伙伴是谁？我不是去过三楼哎，完全我刚刚。卡卡叔、哦，不能去三楼吗？哦，我有可以去三楼。三楼不行，三楼还是不要，万太大了。魔物猎人的成就，合作。魔物猎人，我打死一只。后面好多人啊！迪叔，你为什么一直看我？我觉得你好可怕。你是不是想骗我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干嘛骗我？因为你想要骗我，你拿武器了。你们要小心巧克力了。迪叔，你有没有书？你拿书出来吓他。哎，迪叔。迪叔，你随便迪叔跳团团。迪叔坏了。迪叔坏了。怎么多一个人？这是谁？小鸡呀、啊哦！好多人，怎么躲在里面、啊？好多、啊欸、狼可以去打那个苦力怕看看吗？我想看、啊。对啊，可以打爆吗？说不定你可以打死。打得爆吗？感觉一刀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哈基瞬间飞不进去。狼人试试看呐、啊。砍一下看看，砍一下啊！不要追人呐、啊！你是蠢的，你是蠢的啊！去死！兄妹，去死啊！我想说，我不会死，我是怨灵。你去打、打苦力怕，不要追啦！去打苦力怕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么剩这么少人？请敲醒沉睡的心灵。白痴啊！我打不开你的眼睛。去打苦力怕啦！太多了。哦、欸、啊！你、欸、那票如果飘到苦力怕就没有哦，怎么吞哦？哦啊！怎么了？是打到苦力怕了，没有，我没有打到，我没有。我刚被追。喂，等一下，团团跟小鸡，你们是谁？小鸡乱票，我刚才唱歌、啊。团团先打我，我刚才唱歌啊 ，Hello。啊，巧克力了啦，你们等一下好人那个巧克力跟。彪彪是彪彪。巧克力跟小鸡啊。票。团好运气，团团先打我的。没有啦，屁咧，真的啦，团团嗨嗨，这里都是团团嗨嗨，嗨嗨嗨嗨，杰哥也是是不是？我不是，小金你跑掉你就跑掉，小金你走你走，你等下被票就没了，小金你走啦。哦，你抖 M 啊？没有抖 M 吧？有吗？抖 M 吧？有啊有啊有抖 M 的，有抖 M 啊，什么都有，没有啦。不要理你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团团，你要活下来！哎、欸，哦，哇，幸运的团你、啊！等一下，有人在我们屁股后面追我们，我跟你而且还一大堆那个啦！哎、你先走，你先走，哎、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！您先请，您先请，您先请！哎呀！请请小心，他摔的心里，我真的没有跟。哦。啦啦啦啦啦啦！苦力怕啦！端午节快乐，不是啊，要毕业快乐啦！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才是啦！这是谁啊？我你不要再打了。我你是有人是怨灵啊、哦、啊！我啦，不是啦，不是，是两个自己人呐、啊。没错啊，我是蠢的怨灵，蠢的怨灵是什么、啊？哦，就你会直接现形，就是会现形，嗯。哦，可是我刚才没被发现呢、欸。没有，一定不会被发现，纯怨你超强、欸。对，没有没有，他有改过、啊，他改过啊，就是你晚上是隐形，但是你会被刀死，哦，就没有无敌了、哦。对，啊，重点是因为是小雨死了。对啊，是我死了，对不起了。刚刚有一个很好好笑，因为我旁边有一只那个苦力怕，然后我就躲在苦力怕里面，然后有一个狼过来就把苦力怕杀死之后，他没看到我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是怨灵，这是我啦。我就想说那里有发光，然后我就想说奇怪，怎么是苦力怕在发光，你知道吗？苦力怕对，我就想说哦，可能狼的那个发光会让苦力怕发光嘛，我就追那个过去，然后砍了，哎、欸，怎么是苦力怕？白痴哎！刚好一个人在砍苦力怕，好像砍不死哦、喔，那个狼人还是那个炸鸡汁，炸鸡汁啊，繁星吧，繁星，不是砍不死，来砍你。哦，难怪，我就想说，我以为繁星是狼伙伴，想说奇怪他怎么死了。然后最后被你传闻，就想说 哦，原来坏透了，这个坏透了，坏透了。祝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毕业，好吗？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，希
休息啦，休息啦，大家拜拜。拜拜拜拜，都打死人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毕业狼人杀啊！时间刚好将近，小巧客们都要这个毕业的时刻啊，刚好就看到这张地图，虽然有点大，但是我们限制区域就也不错，可以来给大家一个线上毕业会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啦！喜欢的话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，咱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拜拜。